搞不好只是部分，会不会只是部分的先去 ？OK， 之后叫你去跟那个十点的一起打，然后塞不下的就是你，他有另外在。对吧？怎么可能？可能全部去，那就是一整台机，一机啊。因为刚才是满机啊，如果那一台十点的，他也不可能不通知比我们早来 check in 的人，这样也是会被赶。这么开心，开心。他是刚刚突然通知，对啊，他是忽然通知啊。他刚刚不是跟你讲到一半，突然跟你讲。那他这样子就要打那个 room 电话，然后打100多通这样子，然后不在这个房间。那假跑出去玩，那假装我没有收到讯息，然后就回不了台湾。你可能在饭店里面玩到太嗨，然后都没有收到讯息。